Grace, Grace Chan and Emily. Let us put our hands together to welcome Grace. Oh, hi Grace Li Ho. Hi Emily Li Ho. Wow. Yeah. 我剛才看那個資料我已經知道 Emily 是一七幾的了我看那個高踭鞋好像不夠高你看我的高踭鞋這麼高站在你兩位旁邊真的有點壓力有沒有這樣說今天主持人是不是是啊對因為兩位又高又漂亮的美女我覺得阿凱真的站遠一點 Don't make me shy. But before we start, I would just like to ask you guys, how do you feel that this, today's atmosphere is? Very good. Hi everyone. Hello. Wow, 好開心啊！ 剛才我跟他們說我們馬來西亞的人都是很熱情的 Grace 你贊不贊同天氣又熱人又熱情不知多好非常喜歡是不是啊馬來西亞的朋友 作為一個馬來西亞代表，我先打個招呼，我知道大家很喜歡看我現場打招呼，不知為何。早晨，早晨，我是 Emily 潘碧玲。很開心看到大家，但雖然我們的主持人哥哥說馬來西亞人很熱情，但由於今天的天氣的關係，於是我覺得大家好像都比平時稍微冷靜了一點。 因為Grace可能是專程在香港而來的你們是不是要給最堅的熱情他等一下先收住 Camera roll 了沒有 roll 了是吧 OK 我 3、2、1你們才給最勁的暴種的尖叫聲可以嗎 OK 3、2、1 那邊的人沒有尖叫聲再來一次好不好 3、2、1 三個最小的多少歲那個很難記很難記差不多一歲未有七個月左右七個月是不是人依然是這麼少女真的要學兩招才行是啊所以其實最近就是照顧小朋友啦 拍content啦接下來就希望可以再做下一季的Love Matters 就是我之前有做一個英文的一個節目 咁就咁愛情嘅，咁嚟緊咧就想轉一轉話題，試下一啲新嘗試。有機會咧，我係想出埠，可能到時咧會再一次嚟到馬來西亞揾你啊，下一度先，一定要揾你哋。多謝，謝謝絕對歡迎啊，絕對歡迎嘅。咁我做咗少少資料嘅。邀請到阿Grace咧同我一齊拍呢個 video， 就係我哋有拍到Trinity Elena 裡面一啲好特別嘅嘢，同埋有好多狗狗貓貓咧都出現喺個影片裏邊嘅喎，喺9月中咧就睇得到啊！大家想唔想睇啊？到時候係咪要瘋狂地分享啊？咁如果你都想知道更加多關於 Trinity Elena 嘅資料咧，稍後就可以入去我哋有好漂亮嘅姐姐同埋好多靚仔咧，準備同你哋解答所有問題，好唔好？好。OK。Alright, so but before that, ladies and gentlemen, I know you guys are interested in the Trinity project right here, especially the latest launch for Trinity Elena. But before that,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a certain individual on stage to give an opening remark first, right?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ith that being... Emily安排得很好，她是make sure我在整個trip都不會餓親的，都不會餓親，是的，隨時我跟她說我想吃東西，她說行，等我來，那我想請問Grace，你吃了這麼多大馬美食，哪一樣是你喜歡吃的？ 其實我很貪心的我真的選不到我們又吃了一隻辣蟹我們又吃了肉乾有福建麵真的吃了很多東西你有沒有吃過榴槤我沒有反而今次吃榴槤吃完榴槤跟你跟你聊天好嗎沒問題有沒有吃到我們馬來西亞一個很特別的叫做 Roti Canai 沒吃到啊我們那個印度煎餅哦但我們吃了饅頭了是啊我也吃了很多東西因為我們馬來西亞是多元種族我們除了不是我們請了兩位師傅今天小心哇 Sam 你要嚇嚇他是不是好耶 Mi alma
我们食堂呢会为大家提供，帮忙俾食堂，帮忙俾食堂，大家可唔可以同我一齐一二三耶咁样啊？OK，一二三耶，一二三耶，好，多谢，要注意啊，那千万别。